又係香港嘅青少年武術隊喎。喂，我哋表演刀術嘅係劉子康。呢張刀同頭先嘅藍刀分別好大嘅，呢張沙沙聲啊，留神啲睇睇。够快吗？落地无声，要非常稳阵，两下转身都行。刘子康啊，喺啱啱嘅土耳其青少年世界武术锦标赛之中咧，攞到刀术嘅铜牌啊！佢呢把刀世界第三噶啦，第三都唔系嘢少喎，全世界喎，百几二百个国家佢攞第三，加以时日啦。攞翻個金牌翻嚟，真係英姿飒飒。都揾到刀術之後，